烟很大，当时反正就是那个人是问不上去嘛。老大了，这我都跟火龙呀，吓死了。老两口老太太是个不能动，老头说呢去捡破烂去了。那个大娘就应该是睡在这个床这个位置。哎、对对对，睡这个床上。哎呀，多危险啊！你看上面都已经塌成这个样了。个儿应该在1.78米以上吧，然后挺魁梧的那一种。当时那个大门是锁住了，然后那个小青年就一脚把门给踹开了，踹开进去以后，他就拎了一个燃气罐就出来了。然后他放下燃气罐的时候，他又冲进去了，就把那位大娘就抱出来了，意思是清醒的，他那个表情就是意思还谢谢人家那种感觉。有一个姐、说这个是好心人，然后他就着急就走，我说留个联系方式吧，他说不用，然后猛一机灵，然后拿手机拍了他两张照片，留了他一个车牌号就。你别激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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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激动。我们就踹门进去的，没时间了，踹门进去的。